给他女儿做那个做什么了哈尼柠檬汁啊，做柠檬汁 lemonade 做什么了 baby say lemonade lemonade where's that can I eat this yeah you gotta put the lid on okay you gotta put the sugar away、mm-hmm. 啊、对他女儿可有耐心了你看他就这样给他抱在桌子上他让他一起动手而这个爸爸真的是太合格了、okay. 也就难怪我女儿就跟他超级近 baby 你哥哥也来了安森尼谁阿姨们好儿子阿姨们好咦可乖了他哎呀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就是都说有点偏心我儿子其实可能还真有一点就我儿子从生下来到现在一直都很乖一直都很快这杨女婿天天有时候好搞笑有时候也很严肃 OK let's play some lemonade 你看他对他女儿就耐心的不行给他们做的那个柠檬汁给妈妈喝一点好不好 Can I put a lid on? Put the lid on your cup 中国的爸爸我小的时候我怎么感觉我爸爸也没有这么宠我呢 OK You went down? Did you get lemonade for our brother? I'm gonna go get some ice Brother gonna get some ice Do you like the lemonade? Is it good?昨天还是乌云密布下大雪看看外边今天呢看看就开始蓝天白云了这就是我们家的后院哈尼我可以喝一杯吗 No Please And not for mean people I find nice people Really You want ice?No, I just want a lemonade. Just a little try? Mm-hmm, just a little try. You be careful, honey. It might make you nice. You might not like it, because it makes you be nice to people. 大家看我在吃什么？我在吃这个鸭爪。我丈夫每次看到我这个鸭吃鸭爪，他都吓到不行。Is it good, Anthony? Did your sister make a good lemonade?That's your mom. Here's the tear. Give it to your mom. Give it to your mom. 谢谢儿子。大家看一下来，哎，很好喝，甜甜酸酸的，好喝吗，儿子？嗯。好喝啊。整天都是缠着爸爸。你看天天他都上哪里去跑到餐桌上来天天都是这样我丈夫一直都说让我再给他生一个三个宝宝不管男孩女孩最好是女孩再生一个哎不行了老了40岁再生一个没有那个精力了怀孕倒是没有问题但是生下来养的时候会很费劲整天是要女儿要女儿你要什么要妹妹你看这个整天要一个妹妹呢这个呢再给我生一个女儿还要女儿呢 please 也不行 baby do you want a baby sister no I'm not 给他说生个妹妹他不要就要你一个哈可好了是不是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贤嗯这个就不用介绍了吧哈。Hello. 大家都已经认识你了、认识你的人比认识我的人还多。你为什么一直想让我再给你生一个女儿啊 Because I like a baby. I like a baby.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 baby 啊 Because babies are nice and they're not mean to people.And the baby nice, not mean the people.、Mm-hmm. 那他长大了不是还是大人吗、mm-hmm. 对呀、啊、你就是喜欢女孩对吧 I like both of my babies.、也
男孩女孩都喜欢你，主要是就想让我再生一个。嗯，哎呀，再生一个实在是不能再生了。老了，40岁了，我80年呢属猴的。我跟我丈夫结婚那年我30岁，然后我来到美国哈，31岁，然后来到美国第二个月就怀孕我儿子。怀孕我儿子就是2011年，我31岁那年有我儿子。就生完我儿子的时候，你知道吧？生儿子的时候，我生了17个小时。嗯哼。对呀。Yeah。然后。Thank you。我儿子7岁的时候有我女儿。嗯。生女儿之前你也知道吧？宫外孕。嗯。那次差一点命都没有了。Yeah。差一点死了，就是我怀孕我女儿之前啊，有一次宫外孕，然后。那次真的就是如果我丈夫不硬拉着我去医院哈，那天真的现在已经没有我了，也没有我女儿了，就是那天就一直疼一直疼，就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就一直疼，因为医生给我那个药嘛，我想着我就是很勇敢可以挺过去，但是12点之后就觉得不行了，然后满身大汗，就觉得浑身好冷，就是一直出汗，身上还好冷，我丈夫看我那个样子不行，就硬拉着我把拉到医院。拉到医院，然后呢，丈夫那个医生说，哎呀，怎么回事啊？然后就开始检查，后来到半夜，差不多有3点多哈，嗯，那个机器滴滴滴滴滴开始响，四十吧，血压降到40，然后呢，护士过来开始给我打那个增压药哈，你忘了吗？嗯，就是那个血压 pressure 没有，也降到40，你想啊，人如果没有血压的话，肯定就死了。就医生那个护士就听到那个机器响，然后赶快过来就开始给我打那个升压药，到第二天中午12点那个血压才控制住。就那次其实我丈夫之后他真的他不想就是再说要孩子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就是那一次差一点命都没有。但是我女儿哈，就是后来女儿又是意外怀孕了哈，就是我们俩是就是没有在计划中要女儿，谁知道我意外怀孕。哎呀，就给我丈夫激动啊，当时我们做 B 超，然后呢就是医生一说我怀孕了哈，我丈夫当时那个眼泪啪啪啪都掉下来了，他开心死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俩从医院出来哈，然后他还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哈尼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儿啊，我就说是女儿儿子都好，然后我丈夫说我知道你一定想要女儿，嗯，然后其实他想要女儿的话是，你一天告诉我女儿，我先告诉过你，那是啊，因为有个儿子了嘛，就是肯定想要一个女儿哈，谢谢宝宝，谢谢刚刚，谢谢，就这样，然后又给我婆婆打电话，然后我婆婆也兴奋到不行啊，真的吗？怀孕了，然后我婆婆也问我你想要儿子想要女儿啊？我就说心里话，我说心里话，我想要女儿，谁知道老天真的赐给我一个女儿。4个月的时候啊，我们去做 B 超是吧，哈尼？嗯。然后就很兴奋，很期待，就跟那个做完 B 超哈，就是检查的时候，那个护士就说：“哦 ，congratulations， 也就是恭喜你有了一个女儿哈。”嗯。我丈夫又一次激动了，在那儿哭，又开始掉眼泪。他不好意思了，我一说掉眼泪，他不好意思了。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哈，你在中国很多很壮的眼泪在吗？对，壮的眼泪是吧？在中国就是很多做爸爸的啊，都是一说有女儿、有孩子、妻子怀孕，他们都开心的不得了。这是好的眼泪，知道吗？没有人说你没有出息的眼泪。就这样，然后我女儿就诞生了，所以说她就。把我女儿就视为掌中宝，她女儿说一，她从来就不说二，就这样，还是希望我再生一个，但是真的是没办法生了，嗯，太老了，知道吗？嗯、没有精力了，你也老了，你都46岁了，我都40岁了，你想啊，再生一个，我们拿什么精力去养他们呢？对不对？嗯、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好，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拜拜，拜拜。拜拜拜拜。